来，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茶颜的优南拿铁。首先准备一个出品杯，用到了雀巢的全脂牛奶80毫升，用到了唯一的爱护咖啡奶15毫升，茶颜的西南红茶120毫升，蔗糖22.5克，补老冰块至350克度切啊，不要补得太高，需用八勺搅拌一下，让下面的糖融合一下啊，善待吸积。搅拌均匀后，拿好的奶底倒入出品杯中，可以滤掉一点冰啊，到杯口的8分满左右，奶油雪顶2圈半，撒上万能的碧根果碎，注意轻轻用手抖碧根果的勺子就可以了。这样一杯茶颜的优南拿铁1:1还原就做好了。你学废了吗？